机智校园生活的演出，凭借精湛演技在粉丝心中留下深刻印象，不时会在网上分享生活的他，今天就发文开心宣布自己买了人生中的第一间房，也让他回想起他独自北上工作的时光。当时他租了一间顶楼加盖只有5坪左右的小套房，和他心爱的狗狗住在一起。那时的台北对他来说很陌生，虽然觉得新鲜好玩，但偶尔也会觉得孤单，甚至是缺乏归属感。在台北打拼10年，终于在去年参观到各种房产，也买下人生第一间房，虽然开心，但也表示拍音逐渐上多了很多其他压力和责任，但他也表示未来会更努力，继续认真工作。